今天只带70到300。在这。现在10点了，现在是退潮时间，所以要回去八洲子渔港看那个海豹石。那10点半是最低的干潮时间，所以等下去接我老婆，然后赶快过去了。两位连餐厅都要在外面等的，你看。这边开啊，都是有身份的啦。对对，那什么。下午场开始，没有，他现在不在。现在不在啊？对。他今年有几只？他一般是2只啊。对，我去年看是2只，他今年不知道。那小的还在孵，小的孵出来的，但是没有看过。这样子。导演，这拍不到。可以走。直接对他嘲笑啊！哼！关你都关你妈的！没有过后录不到。对，那挺三 B 的，停了停啊！有没有看到？那颗石头凸出来石头，然后左边草堆那边有个白点。你现在看到直接看到这两颗凸的石头没有？右边这个凸的，左边草堆白点，有没有？他停在那边休息。你有看到哈？我没有看到。加我，这怎么拍到？大概这个位置吧。我只看到百合花耶。没有，这颗石头，对，上面非常上面。你有看到？你看一下我这里。不容易看到，这颗石头在这里，不容易看到。不想再问的，我是先让你看，对不对？这一颗石头，就是那颗。这边上去最凸的那颗，最上面那是石头，左边草堆有个白点在那边动。对，白花在上面那颗石头，你白花一直往上那颗石头的左边。啊，那停在树枝上。对，就是最上面那个石头的左上方。上面的。嗯。啊，你有拍吗，宝宝？我在录。复工了。他站在树枝上啊。那么高。有没有看到？我有看到，可是我透光，这个我就目是没有看到。这个白色的。白色的球，然后白色的上面的壳子在动啊，那这样就很大声了。好小，一直你看，看看就可以了。他一直看来看去，他在警戒。爸，飞起来了，爸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你不要录影。这我追不到，这太远了。他要站在石头上。你这边都暗的，对，有对，这太背了。可是他今天都没有抓到东西。我去看录影，看起来效果怎么样？抓嘛。嗯。它旁边有那个白色的大便，应该是他习惯站在那边大便。好，我们拍到3.0，好不好？那有拍到了。看片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大成小。哦。